这一波的疫情，我一直在提起，我们要安心，但是呢，要提高警觉，要做严密的防护。平安还是呢，要戒慎虔诚，我们都要以虔诚的心，时时要好好的戒慎，戒慎虔诚用什么来表达？一定是要行动。最近我时常都说，大哉教义啊，益群生。我们真正的在已经一段好长好长的时间，人啊，人心啊，已经呢有了散乱掉。这是整个地球上的人口增加，但是呢，人心总是呢松散呐，贪欲、意念呐，都是呢不断的增长贪欲，所以。这个时候来一个对人类全人类的教育，要大家提高警觉，要觉悟，要抬头，不要呢以过去的那一种意念没有制度没有限制的一直在开启意念之门，有了意念，那大地呀、破坏啦，这都是人心啊，不规则，贪念多，破坏严重，最大的破坏的源头就是。口欲，所以现在大家都要戴起口罩，好好的细思一下，为什么人人要戴口罩来防疫？现在要防疫，最重要就是要戴起口罩，人人呢也要。负起责任，保护自己，不要去感染别人，保护自己的平安，不受感染。彼此之间啊，都是要防疫做好。所以呢，这要从小开始警惕。小要小到什么程度呢？啊，要。更细腻，更细腻，追溯这一张口，为什么呢？跟这疫情有关呢？鼻口啦，都有关啦。最大的就是口疫，70多亿人口。的口欲啦，秒钟要供给人口，满足人口的滋味，多少生灵啊，一秒钟需要供应多少啊？一秒钟2000多，那一天呢2亿多人口呢？70多亿，想一想，一年就是
百多亿的牲口，我们人口吃的人口，一碗饭两碗饭可以饱足了啦，他们要养几个月，所以牲口与人类争粮，因为养它几个月后上了餐桌，也只不过呢那一盘几块肉，不管什么肉，那一餐吃完了，那这个肉这一餐是真的供应给我们的营养吗？不是。素食蛋白质来源是豆制品，那豆制品跟一般的动物制品差，就是差在它的饱和脂肪酸还有胆固醇含量会比较低，所以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是有帮助的。你只要是你持续的吃素，同一个时间跟吃荤的比起来，你可以有35%的比例降低你发生糖尿病的风险。换句话说，我们吃素本身对于血糖就有保护的作用。您得到最佳血糖改善奖，您的血糖从7.1变到4.8。之前呢，21天参与之前呢，有19%，介于接近19%的参与者的那个。我们叫做收缩压呢是高于140的，那之后呢这降至12%。科学报告证明了植物性的饮食、可以导致减肥这效果呢比传统糖尿病饮食的2倍哦，并且呢有助于提高了你的insulin OK 之后胰岛素的敏感性哦。而且呢植物性饮食呢也可同时啊改善血糖、体重、血压和胆固醇，这是任何个药物都无法做到的。也期待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大家教育我们要细思一下，人的营养是从哪里来，五谷杂粮啊，只要五谷杂粮就足够的啦。你养了这么多的牲口，是五谷杂粮起料啦，也是五谷杂粮，所以以人这增粮，所以几啊个月后啦，几半年后上了桌上，这才有那几块你就饱了，是不是真的营养？请思考一下，伤杀了那么多的动物命哦，那同有情，佛陀说啊，众生皆有情，他们也有喜怒哀乐，他们的语言我们听不懂，鸟有鸟的语言，飞禽走兽啦，他们都有他们世界的语言，都是有情。我们人呐、这样的情绪口意，就造成了杀业很多，说来话长啊。但是呢，我常常的一句话，众生共业啊，的确，众生共造业，何时能消灭掉这一波的疫情呢？去年这个时候我就说没法度讲，因为呢交善容易啦，推恕难，但是呢这就是灵方妙药，
我们医界现在还没有办法用什么药来刺激这一波，医界这个跟科学家都没有办法，所以这一波真的如去年我说的啊，难以言喻。但是呢，地谷里最后我也说，大灾教育非说不可啦，非速不可啦，更重要的非退不可了啦。